谢谢。哇，虽然北京很冷，但是我看到所有台下的朋友们的热情，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其实我出道大概有7年到8年的时间了，然后我觉得歌手最期待的真的就是遇到一首好歌，然后可以唱进人的心里。但有时候老实说，我也很想念以前我在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唱过的歌曲。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，其实真的当时在唱的时候就深深的打动我。我在比赛的时候就唱过了这首歌。为什么喜欢，为什么打动我，原因是其实它也跟我的成长的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。然后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北上打拼，然后站在歌手的这个位置，然后用歌声去影响这个世界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唱这首歌，希望也可以鼓励很多独自成长的孩子们，希望给你们一些些的勇气。流浪记，谢谢。